苏燕，有事儿？就好久不见，是挺久的。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 还有别的事吗？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。我是为了我弟弟。还有上次，许昕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？可以吗？ 想请我喝咖啡的人太多，你得排队。多少号了？叫你！你知道一小时内方圆5公里有多少车出事吗？方圆红灯预警不在家待着，好追干什么？医院临时召集我们回去。是的。司机长，地方避雨。 你知道刚刚车里的是我吗？那么危险，一条狗困在车里，我也会救。衣服还给你。上次你救了我，特意来谢谢你。 后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。 要是我救过的人都以身相许，我早没命了。还轮着你，许昕，你是有多自信，觉得过那么多年，我心里还有你呢，苏燕。 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那怎么着？我还得客客气气的叫你一声孟大小姐，嗯？